叮叮叮叮，请向，哎呦，咦，后面我车哦。我要你的裤子湿掉了，这里没有裤子可以换哦。哇，他的裤子湿掉了，没有衣服可以换了，跟你说了，来，你赶快去找那个欧老师换衣服。对呀、啊，没关系呀、啊，又没有说什么冒犯的话。哦。哇，你的裤子都沾到那里有水。你的裤子啊，用头，你的头也去沾到有水。哇，你的尿裤子了。对对，尿尿了。好，走进去了。走了。咦，尿尿了，这个水不要摸，这个水脏脏的。好了，走了。自己拿。要拿去那边放好。嗯，拜拜。哦，这个是人家的，要放在这里哈、哦。下次再见了哦。怎么还在尿尿啊？哦，妈妈呢？妈妈，我下面还有可以玩。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